Hello， 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实验室。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个叫喷泉枪，有钱没处花怎么办？喷泉枪啊，让你找回做土豪的感觉。这个在网上，特别是在国外的 YouTube 上啊，特别火的一个，去年特别火的一个视频啊。嘿，啊，做土豪是什么样的感觉啊？叫挥金如土啊 ，Super Me 啊，哇，这个大了好久啊，哇塞，哇塞，哇。然后还有啊，这里还有啊100张刀了，哎，这中的是500万美金啊。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个外观啊，非常流行的字母 Super Me 啊，这个是机擦，哎，看，这个是可以掀起来的啊，里面一个上面一个小滚轮啊，是个电池仓，可以放2节电池，这个就是。单击，这个是扣住，然后就滋喷钱了。啊，再看下面，到了啊，待会就从这里喷涌出来。我们先把这个电池给它装上去。那、啊、这个机舱，这个电池舱略显简陋了啊。不放超声，来看一下里面的情况啊。把这盖子给它掀开，这滚轮，啊，这个里面的滚轮就开始震动了。下面把这个钞票。到了，给它放进去，享受一下当土豪的快感。咦，哎，放进去，它上面这个盖子啊，是可以压上去的，感受一下。三一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啊，吓了跳，哇，哇，哇，感觉很爽啊！再试一下。非常非常的过瘾啊！我们再试一次，钻进去。过年的时候不要用红包，啊，要红包怎么办？二话不说掏出来，疯狂的喷射，喷射，哎，喷射，喷射，嘿，嘿，啊，就是这样的感觉，非常之畅快啊！今天这个喷溅枪。就测评到这了。